你们好，我是小宝。现在我们继续接上一个视频，在张奶奶家的这个鱼塘边上发现这里有一个蛇鱼窝洞啊。你们看这个蛇鱼窝，有好大的蛇鱼在这个洞里面。现在我们就用这个铲子来挖，把这个洞里面的蛇鱼全部挖出来。你们看这个蛇鱼这么大，哇，实在是太大了。现在我们继续用这个铲子来挖，它的尾巴就在这边吧，先往它的尾巴这边挖。你们看，哇，拉都拉不出来，先把这个上面给挖下来，它的头部就在这边。你们看，哇，应该是一对情侣蛇鱼吧。我们稍后必须把这个洞里面的蛇鱼全部挖出来。